马伊琍，中国大陆女演员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94届表演系本科班，1996电视剧《真空爱情路》问世，2007电视剧《奋斗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普及，2017我生命中的前半段再次受到观众的欢迎。马伊琍的表演是毋庸置疑的。他参加了颁奖晚会的一张照片，他带着一个黑色紧身屁股，他赢得了许多奖项，台上的观众为他欢呼。马司令马伊琍说，这比她丈夫大八岁，当两人结婚时他们也提出质疑，但文章说，在女人的一生中是马伊琍最幸福的事，但近年来媒体爆出的出轨丑闻的好时机不长，演员姚笛导致一天被毁，马伊琍别无选择，只好离开这篇文章。相反，她用财富来弥补自己的爱和家庭，现在一个四口之家仍然如此幸福。文章还请马伊琍在伊犁的马艳丽生日宴会上再次拜访她。幸运的是，这篇文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只有她的妻子是她最真诚的人。